把这里的士兵讲完。原来是用这个去招募啊！因为听说他们还可以训练呢，来盾兵。哇，可以预览呢。所以那些盾兵已经可以看了，是吧？而且冬兵之后会进化，真的好猛哦！大二五，石跟铁，石跟铁，你是不是生错了啦？其实我这个人哦，就强调最大的等级，然后就强调主练。我感觉游戏改名好了，是主练嘛是最重要的啦。哦，所以就是要我就是要主练。哎。对对对对，忘记手动。